今天和君君一起看看，作为美国的土特产超市 Trader Joe's 有哪些超级适合带回国作为伴手礼的好物吧。第一款就是这个护手霜了，美制时尚的金属管护手霜，都装在一个精美的包装盒里，很适合送礼，并且还不添加防腐剂，含葵花籽甜杏仁油和亚麻籽提取物，上手使用感非常滋润。第二款是香薰蜡烛，最近这款巧克力牛角包蜡烛简直太爱了，小小一个也适合作为伴手礼，巧克力味浓郁，不廉价不呛人，只需要一支火柴，仿佛马上置身于烘焙店，真的没错了。第三款调味料， Trader Joe's 的调味料真的太多选择了，真的很适合选几个国内不常见的，也不是成为一个新奇而特别的小礼物，而且选择超多，方便携带。君君超推荐这个洋葱盐，撒在刚出锅的薯条上简直绝配。第四款辣芒果干，这款裹满辣椒粉的芒果干，一开始以为是黑暗料理，结果入口真的很上头，质地很软，一点都不难咬，主要是酸辣口的，喜欢话梅味的一定会爱它，很适合带回国给大家尝尝鲜。第五款松露巧克力， Trader Joe's 有很多包装的巧克力，感觉都合适带回国送人。君君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松露巧克力，超级香浓且不甜，浓郁美味的松露入口即化，一颗一颗根本停不下来。